我跟六十两拨那个东西，不知腾讯道。自己出的。因为我当时的选择就是跟着马爸爸的节奏走，所以没播网易云的游戏，网易的游戏，懂我意思吧？对。然后当年我跟六神就是在光荣使命两认识的，后来直接跟着野马，我们是那个时候就认识野马，就直接把我们带过来我这边吧。诗诗是吗？对，诗诗吗？因为他当时就负责光荣使命的，后来他就直接被调过来了。这里有点情况。哎，有人，正前方十二宫。前方有危险。在左边，左边。我给我绕一下。左边那个平方那里，带信连上。啊，就几个啊？有一个。你们脸上还有吗？没有，就你这一个。有吗？带些脸上，我还以为你们脸上有，还有一个。哦，我搞错了，我操！我以为这个。我觉得我车上坐的是皮蛋儿。我加桶油。空头，这边有空头。哎呀，这把好水啊，还没进前五。应该是他换了个铂金号的问题。嗯。铂金号这把不质量对吧？对，下把换回来，上大分。哦呦，全是毒狼，好啊，就喜欢这种。哦呦，又毒死一个。OK 呀、啊。漂亮漂亮，换辆车。喂，有人打！哎，有人！啊、别下车下车，飞秒飞起火了。没人了没人。真打呀！点上，大伤点上。我操！我刚才要掏这把狙就把他狙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，死了。哦，找到角度了是吗？嗯，找到角度了，有个小缝。这两个人火力还很猛啊，瞬间就给我们这个车打得不行了。还是个淘汰王，别小看淘汰王。哦哦哦，哦哟，还是个淘汰王。我们得拿下面这个车，我没车的，来。嗯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带你们去拿个吉普。